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ubah. Saya 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i dan juga para muslimin-muslimat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 Ke wei an sun de tong bao. Ngo gong gong dong wa hou ma. Ngo gong gong dong wa doi ge ban pok gai tebie guo yin ge. Ga mei ge pengyou mu guo yi ru ge dou. Ru dou qianmian ke yi cuo di xia ge, ru guo ge mu gai yi ge wa. Ru ge ru ge, mu qie zhi chuanmian ge xin fu a, zhen wo yao zou de kuan nan a. Mu guo xi, ga mei, qian ge wei, da ge pak shou fu yin ke dai, han ban ge wei. Cuo mu ni dou ge. Qian ge qian ge, mu sai shi gan a, hong gan you han. Na guo wei, zhong you gou yi.仲有九日，福建话话染白做政府，可射波，可入波，双波。嗱，嗰班友依家嘛，麻烧请啊，那出嗰班友吓到屙青屎，因为睇到我哋华人行行反到咁紧要，唔单止华人反，马来人反到仲紧要。我同大家讲，如果马来人唔反，我哋反对党冚硬冚旗。真噶，大家都知道，而家马哈爹过咗嚟咧，就真系我哋嘅票房保证。如果冇马哈爹，坦白讲，今次斯湾影猛都系做翻反对党。不过有咗马哈爹，就完全唔同讲。嗱，大家以前饮酒都知道有 VSOB，VSOB 有一句口号出名嘅，叫做咩啊？轮马飙一开。哇！安順真係好多走鬼啊，大哥嘛！人馬飆一開，後事自然來。我哋唐人最中意嗰啲自矮貓、自矮狗，馬下爹係自矮馬。嗱，我哋冇收買佢噶，佢自己過嚟噶。那珠聽講俾咗9000萬，俾咗9000萬回教黨嘅哈迪亞旺，所以回教黨以前係我哋嘅教運，而家係我哋嘅亞運。嗰班友嚼咗水。所以過咗去同那珠做那珠嘅鵝仔，慢慢同那珠腳底按摩，有時又搞埋雀仔按摩，都唔知嗰班有搞邊科係嘛？嗱，所以我同大家講，而家馬哈爹過咗嚟嘅就形勢唔同講啦。馬哈爹好有，馬哈爹係咩人呢？我同大家講啊，馬哈爹係驕雄少雄，那珠係奸殘，明唔明啊？今次嘅大選就係驕雄打奸殘，好唔好啊？嗱，什麼是驕雄咧？我係歷史學博士，安順仔都讀到博士噶，大哥啊！歷史學博士講乜嘢啊？得我哋中華民族嘅歷史學有特個有這個專有名詞叫做枭雄，日本人也有，在英文叫做 hero。馬來文叫做 Pahlawan 或者 Vira， 不過我哋中國嘅歷史學咧，主要有英雄、狗熊，還有多一種叫做小熊。馬哈爹就是小熊。馬來西亞除咗馬哈爹，揾唔到其他人啦。咁你問我，小朋友，到底什麼人是小熊啊？就自己例子嚟聽一聽，聽好，各位安順嘅叔伯兄弟，我講啲中國歷史嘅名俾你聽啊，曹操。听过吗？听唔听过啊？秦始皇、西楚霸王、汉武帝、成吉思汗，嗰啲诶，有讲而你冇讲嗰啲好恩爱嗰啲，讲近啲嘅，讲近啲嘅。毛泽东、蒋介石、李光耀，有讲而冇讲啲死紧咗嘅，讲啲未死嘅，未死嘅。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个傻捻总统 Trump， 菲律宾个总统 Duterte， 台湾国民党嘅前任嘅主席李登辉，嗱，我正话讲嗰啲名，从古到今，从死咗到未死嘅，包括马哈爹，呢啲人就系枭雄噶。枭雄点解咁重要嘅？我今晚就用45分钟同你解释。我讲到10点钟就俾 Simon U。啊 ，Simon 係我大哥喎喺度啊，俾個掌聲 Simon 啊 ，Simon 口才好緊要啊條啊。嗱、啊、各位，我同安順朋友分析一個歷史學博士嘅思考方式，我教你一個歷史學博士的思考方式啊，聽好。安哥，你叫一個小朋友來，小朋友來來來來，安哥問你，小朋友，請問下雨好不好？
小朋友讲好，错，讲多一次，请问下雨好不好？不好，错。小朋友讲，喂，老爷你玩嘢啊？讲错，讲对又错，错又对，究竟有冇标准答案啊？安哥，你呢个问题咧本身就好有问题，你呢个问题本身就好有问题。林伯，历史学博士，我教你点样问问题，听好啊，小朋友来，请问现在印尼烧巴每一天都很多烟，下雨好不好？好。小朋友，现在每天都水灾，请问下雨好不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设条件，你的问题需要设条件，小朋友才能回答。比如今天秋光要跟尼可敏来安顺演讲，请问下雨好不好？如果今天是马秀强跟廖仲来演讲，安顺下雨好不好？你看安顺几醒目啊，啱唔啱啊？我而家教你历史嘅历史学博士嘅思考方式啊，呢啲叫做咩？英文就叫做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申请 Citibank 个信用卡下的梗有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去用 Citibank 去食 Sushi King 日本餐，人哋讲明礼拜日有 10% discount。安啲你就冇咁盲塞啦，拜一同拜五嗰张卡俾人哋，你嘅得你出嚟啦。安啲有冇睇卡噶 ？You terms and conditions did not apply。嗱，而家我就同大家讲，马哈爹呢种人，我哋应该点样被评价咧？有人问我：邱光耀，你老老实实啦，你同我讲啊，马哈爹信唔信得过啊？马哈爹系咪好人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马哈爹22年前做首相。基本上是扑街，呢条友都有嚼水，呢条友都有捉佢哋反对党，呢条友都有控制传媒，呢条友都有开除法官。当时马哈爹唔系好人，不过依家马哈爹过咗嚟，帮我哋怼咁只奸产，嗰只奸产就系纳吉加河马，所以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马哈爹依家系好人，明唔明啊？大家拍手支持马哈爹好吗？记得马哈爹是阿拉派过来的，阿拉派马哈爹过来我们这里吊我们怼那只鸡的，马哈爹是阿拉派给我们来收那只鸡的。那你问，那马哈爹是谁收啊？马哈爹收了鸡过后呢，阿拉会收回马哈爹，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人人始终都要面对神的，我信耶稣的，始终一日我都要见耶稣的，你拜阿拉的，始终马哈爹都见阿拉的，你拜这里武当山的，始终一日你见张三丰的，是不是？你看我们唐人的演讲，人山人海。以前我妈跟我说，我们来到这些神庙，如果七月十四做戏，第一排没错，第一排那些，那些阿飘错的。现在马华公会的场，慢慢好像七月十四，第一排、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到第十排都冇人坐啊！佢哋嗰啲场咸扮鬼错嘅，大佬，所以马华江会民政党做鬼都唔灵啊，系咪啊？我哋呢度有冇抽奖啊？冇。我哋有冇派钱啊？冇。我哋有冇俾嘢你食啊？冇。你仲要买我书添啊，大佬。不过你甘愿嚟啊，系咪啊？掌声听啊！各位，马哈爹咧就系枭雄，纳吉就系奸产，难得今次枭雄打奸产，点解咁重要呢？因为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乜嘢 terms 啊？乜嘢 conditions 啊？讲嚟听下。好，听我讲。我是历史学博士，外面的朋友听好啊。人类改变政治只有两种方法，人类改变政治得两种方法。一种就靠机关枪，一种就靠投票箱。机关枪就是共产党，我们拿枪谋杀纳吉，我们扔炸弹炸鸠死个河马。不过这些我们不搞的，我们行动党不是共产党，林吉祥不是陈平，我们机关枪没有，我邱哥要得水枪一支，是吧？点肥啊，大佬？我们不搞机关枪，我们搞投票箱。
機關槍共產黨就斬人頭，我哋投票箱就係點人頭，選舉就係點人頭，每一票都重要，要贏選舉，每一個人頭都要爭取。你知道點人頭嘅歌點唱嗎？我今晚唱俾你聽，再唱一次你就識㗎啦。熄咗個號要翻去隔壁茶鋪同我開始唱啊！點樣唱呢？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China,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Melayu, ten little Malaysian。呢個就係選舉，每一票都好重要。除非你搞政治暗殺，你唔搞暗殺，你搞投票，你就每一個人都要爭取佢投俾你，你先至可以做政府，啱唔啱啊？好的，現在我問第二個問題了，馬來西亞什麼民族人口最多啊？蛤？還用問阿鬼？還用問神？還用問聖杯？馬來同胞人口最多，是不是啊？他們佔了六十幾巴仙，我們同人得23%，印度同胞排第三，8%，現在聽說他們排第四，孟加拉第三，是不是啊？好的，馬來人人口最多，選舉委員會有9間，划嗰啲区划到马来区最多，好噶，佢哋点赢咧？佢哋点赢啊？马来人最多，如果马来人唔作反，我哋冚硬冚旗，所以要令到马来人作反。以前靠安华，不过安华依家坐紧监；以前靠夏啲阿翁，夏啲阿翁依家雀仔按摩。佢哋依家靠边个啊？靠林吉祥，林吉祥带埋火箭党入到去 ，fail 得，人哋嗰把刀嚟招呼你，冇办法。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我哋唯有靠马哈丢嚟唤醒马来人，叫马来人一齐作反，好唔好啊？好唔好啊？马来人作反，接跛咪可蛇了，马来人唔作反，我哋冚家冚家铲。所以好简单，马哈爹系林吉祥争取唔到，有几种马来人系靠马哈爹争取嘅。第一种，公务员。馬來公務員林吉祥講話佢哋唔聽噶。第二，馬來人嘅馬達。第三，馬來人嘅軍隊。第四，退休嘅專推銷專人。第五，馬來人嘅娛樂界明星歌星。以前胡永武混真富，一熄燈冇曬富，係嘛？嗰冚家產9間嘅啱唔啱啊？而家佢哋胡永武唐人一樣咁緊要。胡景照唐人一樣咁緊要，馬來人仲緊要啊！而家馬哈爹院講邊度止我哋今晚2000人啊？馬哈爹院講4000、8000、12000，坐埋第一排啊！你哋唐人都唔敢坐，得幾萬啲人梗坐呢度啫，大哥係嘛？我叫大家入嚟噶，坐呢度啊！張學友演唱會特別過癮噶，誒，到咗度擺位，入嚟入嚟，快啲！如果唔係我走咁咪講啊屌！入嚟唔該你，大家嚟，大家嚟，拍手快啲，冇嘥時間，嚟嚟嚟嚟嚟嚟。快啲，我冇時間㗎，大佬係嘛？各位，我同大家講，馬哈爹一作反就有馬來孩笑。馬來人反嘅時候，唐人就千祈冇縮沙。如果馬來人反，唐人鵪鶉投翻俾馬燒請。你有冇聽過啊？呢一句歌好出名㗎，10個唐人9個反，1個唔反就馬燒請。有冇聽過啊？依家安順得埋蕭長一條友支持佢自己啫，係咪啊？安順人，老老實實啊，你冇呃我啊！呢度邊個準備5月9號要投俾埋蕭長嘅？拍手！呢度老老實實，邊個5月9號準備投俾李克明嘅？拍手！各位朋友。馬哈爹過咗嚟嘅就完全唔同講啊！嗱，我同大家講啊，嗰隻行動黨點解咁多年爭取唔到馬來人嘅支持呢？因為毛統以前60幾年都喺柬埔寨嗰邊抹氣行動黨、污蔑行動黨，講過哋係共產黨，講過哋係唐人極端分子，所以馬哈爹以前佢有份屈過哋嘅。佢過咗嚟過後，佢講：哎呀 ，sorry 曬啦，以前我哋屈鳩錯都唔好意思啊。馬哈爹過咗嚟，林吉祥有冇道歉啊？林吉祥冇道歉，嗰啲行動黨斗警都冇俾佢。馬哈爹過嚟係知矮馬，馬哈爹願意過嚟，點解？因為我相信人差唔多老咗，
會轉死性的，我沒有騙你的，人差不多老了會轉死性的。馬爹以前都做好事多為，馬爹現在收尾那兩年，馬爹剩下不多的，最多兩年而已，這個不是我說的，這個是他自己的影片說的，你看馬爹的影片哭好沙耶特阿馬阿基，馬爹為什麼說他自己 offer 去做兩年的首相，是自己計算的。93歲還有多少年呢？馬爹最喜歡娃娃山 do 一個 song do 一個 song，現在做一個雙殺刀甲班剩下兩年去計到的，差不多是吧？對不對啊？所以馬克爹自己說的，他昨天的 video 跟幾個孫子孫女說，他說都都都都夢見這些事，現在給一個機會馬克爹，馬克爹要求他給一個機會去四個字將功贖罪，好不好啊？給馬克爹將功贖罪，對那麼那隻雞。所以馬華依家好驚我哋唐人再支持馬爹，馬華周圍去唱衰馬爹，佢講咩啊？馬爹奸噶，馬爹要蹲噶，佢哋唐人千祈唔好支持馬爹，馬爹都係奸噶。如果佢遇到嗰啲馬華走狗喺嗰邊茶鋪講馬爹奸嘅，你就問鳩佢，誒，阿哥，以前馬爹做首相，你哋話馬爹好嘅，依家馬爹同阿朱屌臭，你又話馬爹奸嘅？你班友是不是石堅含家產啊？你班友是不是啊？對不對啊？馬克爹以前22年做的壞事，馬華民政含能有份支持，是不是啊？納吉現在做的那些壞事，馬華民政含能有份支持，難得馬克爹收尾那兩年轉死性，想做一些好事，馬華民政跳出來反去。你看馬華民政這班是不是走狗來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跟大家說，你千祈不要信馬華民政說的那些話，馬華民政鹹棒就是放光頭，在隔壁茶舖，在 Facebook， 在報紙，我邱光耀為什麼這麼出名呢？我全馬走就專門是解光頭啊，那天師啊，我跟你說馬華現在說什麼？哎，你們華小老師不能投給反對黨啊，你們如果敢敢投給希望人民，我们可以赤道啦！哇，好多人好惊啊！好多人讲我哋做华少牛市可唔可以投反对党啊？我哋好惊啊！我想投你，不过赤到佢哋会开除我噶。我做公务员好惊啊！好多华少牛市狂贪。我同你讲，听好啊！华少牛市如果今天是5月9号，你早上投票支持希望联盟，晚上开票，我们做政府。请问国珍怎么 check 你啊？是不是啊？他都输够了怎么 check 你啊？对不对啊？如果华小老师今天早上投给希望联盟，晚上开票，国珍做回政府，请问他做了政府，他还要 check 够你咩？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我们赢了他 check 你不到，他赢了还用 check 够你咩？为什么这么蠢的你？啱唔啱啊？你係咪中光頭啊？你係咪啊？係咪啊？嗱，馬華做好多嗰啲光頭好奸噶，講咩？林吉祥，哼！林吉祥係冇讀中文書嘅，佢讀翻書嘅，佢唔知道我哋中華文化係講包容。林吉祥最中意玩堆玩，佢就要以前自己打影撐腰，又去打水池根，呢卡又派邊個啊？派廖振东去到做好艾丹打嗰个魏公公，哎 ，sorry， 魏家祥系嘛？又派李可明嚟到安顺打嗰、那个，哎呀，真系好揾陀衰啊！嗰条友子弹同子弹都唔识分，系嘛 ？N N I I 同 N N 冤冤都唔识分，系嘛？吓、啊，又派王德去文东打嗰个恩仲矮，哎 ，sorry， 欧仲矮系嘛？又派古少虎喺芙蓉。面對那個最好的人物張新穩，是不是很多那些馬華走狗說什麼呢？還有那些華種啊、方天仙那些狗啊說什麼？哎呀，你林吉祥搞到手心又是肉，手背又是肉，他們很難選的嘛，兩邊都是民族精英嘛，馬華有人才，火箭有人才，那我們怎麼選呢？鄧哥，你以前拍拖結婚的時候，你有兩個朋友最後怎麼選啊？
揀一個養哥啊？揀養哥咪即係頭村？你一定要揀一個噶嘛？選舉都係揀一個噶嘛？係嘛？銀吉祥邊個講銀吉祥唔識中華文化？我做過銀吉祥嘅政治秘書，我同你講，我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我同大家講，我哋中華民族打仗本來就係玩堆玩，你唔好話銀吉祥唔識中華民族，唔識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打仗素來都係玩堆玩，你唔信嗱？我俾個例子你，《三國演義》赤壁之戰、赤壁之戰打邊個啊？打曹操，邊個打曹操啊？诸葛亮联合孙权，三个都是王啊，是不是啊？王对王。再讲三国时代，三英战吕布，三英有三个英雄同奸臣吕布对打，最后一个英雄是哪个啊？是我们中国武术的武圣关云长，关公啊，王对王啊，以前叫做名将对名将。所以嘛，華工會話林吉祥冇讀中文書，嗱冇讀，染鼻狗光嘅班友食蕉啊！嗰班友係嘛？我同你講，如果林吉祥派一個 KFC 嘅安順，唔係派李可明，如果林吉祥唔係派廖振棟去打威共共，派一個隨便嘅 KFC 去，你就懷疑林吉祥食咗錢。點解？放水。放水是不是啊？打仗哪里可以放水的？人家现在要先海啸啊，那些浪越高越好啊，你放水？回教党拿了9000万就放水，所以回教党是随便打的，回教党是那里雀仔按摩的，不是真的打的，是不是啊？那地是跟纳吉拆骨的，回教党是跟纳吉揼骨的，够细，舒不舒服啊，够细，是吧？所以行动党没有揼骨的，行动党是拆骨的，明白吗？所以李可明是打麻烧肠，你不要说哎呀，我们安顺要一个部长啊，如果麻烧肠输了，安顺没有部长没有发展啊，因为李可明最多做反对党 YB 而已。错，安顺同胞听好，听日同我巴失传，李可明不是代表反对党来的，一解散了国会就没有所谓谁做反对党执政党啊，明白吗？一解散了國會，馬來西亞有兩個執政，有兩個政治聯盟，一個叫巴里山，一個叫巴格丹。所以李可明是代表新政府的內閣部長，馬蕭強是過去政府的撲街部長，明白嗎？李可明不是做反對黨啊，李可明是做馬蕭強。呢度輸咗過後，安順60年嚟第一次選出新嘅政府嘅新嘅呢個部長，大家掌聲鼓勵。如果冇麻下爹，李可明做鬼都唔靈，因為馬來人冇作反，我哋行動黨反到曬，都冇辦法做政府。而家我哋唐人嘅支持率，從308的支频盘翻翻去胡永湖，有調查 Big Data 大數據講咩啊？佢哋做調查研究噶，馬來人毛統嘅支持率只要18%，10% 轉過來，那就就得動槍。你唔信馬哈爹有 10% 啊？你睇死馬哈爹冇 10% 啊？你有冇搞錯？馬哈爹幾唔係幾勁？馬哈爹幾撚勁啊？啱唔啱啊？馬爹咁撚勁，冇 10% 啊！你真係信馬爹冇 10% 啊？嗱，那吒講咩啊？馬華又放光頭啊！民政黨放光頭啊！那吒講：如果馬華民政輸到曬，我就冇辦法委任5個做部長啊！哇！馬華民政執住那吒呢句話，兜處講嗱，你睇那吒講咗啦，敬酒唔飲飲罰酒，你班行人嘅千祈唔好敬酒唔飲飲罰酒啊！萬一真係我哋唐人輸曬，冇部長啊！你个黐线嘅！而家麻下爹海啸一嚟，连那吒都输埋啊，罗斯玛底裤都唔见啊，那吒同罗斯玛要排队坐监啊，明唔明啊？你仲以为麻烧肠输咗，威志阿成输咗过后，那吒会赢啊？比如讲廖振栋58%嘅马里区，如果廖振栋会赢，证明马拉海啸一起，马拉海啸一起，唔单止廖振栋会怼冧咗。
威志阿省拿住同埋佢啲毛筒嘅馬仔行行冚旗，到時五月九號就係馬爹講唔好意思，臉別做政府，好唔好？好唔好？所以貓話民政啊，周圍呃唐人、嚇唐人、威脅唐人，我哋大家千祈冇被嚇到，冇被威脅到。點解？我睇穿所有硬啲，每個硬啲，每一次投票，五月九號投票，五月八號啲硬啲一定做一件事嘅，包括我媽，就係賣麥基面嚟收。是不是啊？阿媽，我有講錯話，我媽在度，你問佢。我外母仲好嘢，買麥基麵過咗，買三合一。嗱，Superman 講噶，如果馬來西亞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女人投票就不用買麥基麵，啱唔啱啊？你有見過美國選舉嗰啲番婆買麥基麵收噶嘛？你有冇見過英國選舉嗰啲鬼婆買麥基麵收嘛？你有冇見過台灣選舉台灣妹買麥基麵收啊？冇噶，全世界好似得馬來西亞買麥基麵，好似五月九號投票，五月八號麥基麵大跳樓咁啊！你媽有咩 discount 咁喎 ？Andy 好心嘅而家 ，Andy 唔使驚，老媽喺大廳，好唔好啊？好唔好啊？馬華民政班走狗，周圍唱衰馬爹。他們說馬爹什麼？馬爹沒那麼偉大的，馬爹什麼救國是假的，馬爹為了自己的兒子而已。你有沒有聽過那些鋼頭啊？我今晚我跟你解鋼頭，天下間的父母有誰不為自己的兒子？站出來，馬爹為自己的兒子有錯嗎？不過如果馬爹真的為了他的兒子要上位，馬爹不用跟納吉屌臭的。為什麼呢？你記得那接的名言是什麼？ I help you, you help me， 對不對？馬哈爹對暗了阿杜加巴達威，馬哈爹扶那隻雞上位的。如果馬哈爹真的要為了他的兒子，那接爭馬哈爹的人情，對不對？馬爹如果要去的時候，那接來在我床邊聽好啊，那接以前我扶過你做首相的，現在我要去柴的時候，麻煩幫我看著細侄啊，I help you, you help me 啊！所以依家馬哈爹同那接屌臭，唔單止馬哈爹被開除，馬哈爹嘅仔喺吉打做 Mandri Basa 都被開除，甚至黨籍都開除。如果馬哈爹為自己仔，馬哈爹使咩同那接反到咁大啊？馬哈爹依家係咩啊？你有冇睇周星馳啊？曬冷，開牌嚟見我。馬哈爹係曬冷噶，馬哈爹冇。馬爹九十三歲，你當馬爹傻噶？馬爹如果一輸啊，佢個屋企家族生意朋黨冚唪唥 bankrupt， 馬爹可能仲會中山東化應，馬爹可能臨尾過唔到世坐監。那吉依家唔喐馬爹，點解？選舉啊嘛。如果那吉贏咗，馬爹批評蘇丹嗰啲言論，馬爹講那吉你就係 MO one 嗰個 M one MDB 打搶佬，那吉唔告佢。所以嗱，馬哈爹依家係曬冷啊！一個難得九十三歲嘅人同你曬冷，我哋依家劈友啊！馬哈爹帶我哋劈，硬啲你唔好喺度暗暗沉沉啊，好嘛？啱唔啱啊？我睇到好多老人家嚇，對馬哈爹過去仲好多好多嗰啲暗暗沉沉嘅嘢，你睇下馬哈爹揸旗啊！林吉祥、馬哈爹、邱國耀、李克明、鄧振清、麥沙布，大家劈！硬啲喺嗰度，馬哈爹信唔過噶，馬哈爹奸噶，馬哈爹搞錯噶，馬哈爹乜乜乜乜，暗暗沉沉，我劈緊有硬啲，唔該你一行一邊啦，你唔好暗暗沉沉啊，得唔得啊？馬哈爹以前做嗰啲衰嘢係以前嘅事啦，哪知依家做緊啲仲衰啊？啱唔啱啊？難得噶，馬哈爹幫佢懟只雞。你執到啦，九十三歲仲光，你幫你懟只雞，啱唔啱啊？我同大家比喻，那住就係打搶佬，攞住把鈎刀入到你屋企 ，one MDB 攬咗佢又，阿哥除褲，錢我出嚟，阿弟除衫，錢我出嚟，我個老婆要買 handbag 董尖尖，那住依家 one MDB 就攞把鈎刀打搶緊你。
麻下啲喺隔離聽到，麻下啲我一把緊刀跳入嚟救你，唔使驚，老媽喺大廳，阿啲我救你，阿啲你會唔會蠢到啊？冇拍手字，阿啲你會唔會蠢到啊？麻下啲你唔好入嚟，你以前爭我阿爺啲麻雀數，仲未走？你唔係傻緊咗係嘛？阿啲係嘛？你唔係傻緊咗係嘛？麻下啲而家救你啊，大佬，你叫麻下啲出去唔好救你啊！嗱，所以我同大家講。五月九號仲有十日，我哋依家要做大事，晏啲千祈唔好暗暗沉沉。好似有一個阿伯同我講喺怡寶嘅，嗰阿伯講咩啊？邱光耀嘅係歷史學博士啊！我講係，我最勾日本仔啊！我點解咧，阿哥？日本仔以前強姦我媽，殺我老豆，搶我嘅錢。我講阿哥，我好明白，因為3年零8個月日本仔做咗好多衰嘢。不過阿哥，你要放低。點樣放低啊？我就係放唔低，阿哥，你嘅仔買杜耀達嘅車，你有錯過冇？阿哥，你嘅新抱請你食日本壽司King，你有去食冇？阿哥，你嘅仔買 Air Asia 400蚊 round trip 去奧薩加 Air Asia 嘅票，你去唔去日本？佢有。阿哥，你上電腦有冇偷睇嗰啲賺錢控嗰啲日本啲 AV？ 個阿哥講，咁又唔同講啊。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過去嘅嘢就放低㗎，啱唔啱啊？依家要相前醒啊嘛，麻下爹做嗰啲衰嘢，等收尾兩年，大家收去。依家先收只雞先，好唔好啊？你睇住啊！5月9號，我哋投票。如果5月9號嘅呢班友行行投麻燒腸，結果麻下爹嘅黨喺馬來西亞行行輸曬，你知麻下爹咩反應嘛？我表演俾你睇啊！麻爹會噴血死，你有睇周星馳嘛？懟穿牆。如果5月9號嘅行動投麻燒腸啊，你頭面輸埋啊，行動黨冚旗啊，你知林吉祥咩反應嘛？林吉祥有 cancer 啊，76歲有 cancer 啊，我表演俾你睇林吉祥咩反應啊？你大家有冇睇謝霆鋒嘅阿爸謝賢做嗰啲粵語殘片啊？林吉祥嘔血死，那接同 Rosma 就开心到死啊！你班傻人，我咁紧贪污仲投我啊！你千祈唔好麻下爹喷血水，林吉祥嘔血死，那接同 Rosma 开心到死嘅时候，你先后悔。蘇州過後霧艇搭，傲罵香咗霧罵騎。到時那吉就會送一個禮物俾你，你知咩禮物冇 ？GST 8%， 真噶！而家6%，你咪佢想收6%啊？佢想收高啲嘅，因為大選嘛，所以大選佢咪唔敢起油價咯，係咪啊？有成5個禮拜冇起油價咗喎，係咪啊？點解咧？佢驚佢屌佢嘛，所以佢咪唔敢起咯。如果贏咗佢仲6%，你當佢傻蟹咩？你就傻蟹啊，啱唔啱啊？所以佢依家馬里山嘅 manifesto 精神上樣，冚唪唥都答應咗俾軍隊加薪，俾公務員有14D。佢贏咗過後要攞300億出嚟俾佢哋啊！邊度攞錢啊？你大家傻蟹中住 SD 8%咯 ，income tax 咯，準備你噶。所以你今次投俾過地。是 zero GST， 你投俾麻燒腸是 8% GST， 好噶。依家我俾大家演習下點樣投票。5月9號準備要 GST 8% 嘅，唔該拍手。Andy 你咪傻咗 Andy 係嘛 ？Andy 你唔好嚇我 Andy 係嘛？邊個5月9號要廢除 GST 0% 嘅，唔該拍手。好簡單嘅選擇啫，係咪啊？嗱，你千祈唔好俾麻啲噴血死啊！我同大家講啊，我哋中華民族有一本書好出名嘅，叫做《三國演義》。如果你冇讀過書，你都睇過電影啊，梁朝偉做噶，係咪啊？《三國演義》First Chapter First Sentence，《三國演義》開篇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句話講什麼？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廣東話叫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以下啲亞灣過咗去，毛統啊麻下啲過咗嚟，係咪好邪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依家麻下啲就分緊個局勢，麻下啲抹開咗個局面，呢個局面就叫兩線制。毛統如果唔分，馬來西亞民主運動就冇機會。差唔多係十年分一次㗎，80年代係東姑拿沙基，係咪啊？當時同馬哈迪屌臭，去申請個新黨叫做巴迪什馬厄恩巴布奧恩南，大家記得嗎？46精神黨分嘅時候，林吉祥就同阿沙基舉手，當時唔係叫烏巴㗎，叫咩啊？杜加。不過馬哈迪一招，馬哈迪好陰濕㗎，一招就收阿沙基皮。阿沙基當時飛去沙巴見團姐鄧派亂，派亂講我哋退出巴基山。參加我哋反對黨聯盟，哇！大家幾開心啊！以為今次90年一定可以贏噶，結果馬爹陰濕嘅一句，一張相啫，拉沙基就撲街啦！拉沙基喺東馬沙巴跳舞，跳嗰啲卡達山嘅風騷舞，戴咗卡達山嘅帽，中間有個十字架，哇！馬爹一捉到個相，當時冇手機噶，當時電視台啊，布里德哈利恩 DVD 噶，冚棒佢哋控制噶。慢慢放拿撒基十字架，馬爹屈拿撒基出賣穆斯林，準備成立基督教國。結果開票，拿撒基輸到撲街。再多十年，1999年，馬爹屈安華，係咪啊？話佢前面又得，啱咪又得，係嘛？結果又一粒打安華，按我白卡，安華就離開咗毛統 ，reformasi。林吉祥同安華又一齊 reformasi， 結果。馬哈人反到曬，唐人暗春收皮。唐人當時驚咩啊？唐人睇到印尼 reformasi 排華，同樣口號，安華呢度嗌 reformasi， 印尼 reformasi， 結果唐人俾人強姦，工廠俾人燒，車俾人推翻，唐人暗春縮沙，馬哈爹又過關。馬哈爹好嘢嘅，每一次同人打交，馬哈爹都贏嘅。以前馬哈爹係懟拿沙啲懟安華，依家馬哈爹係自懟，佢出咗嚟。是不是啊？馬爹依家離開咗毛統，成立咗土著團結黨。嗱，好多人呢就講點解馬爹成立嘅黨都係土著團結黨，又係同毛統一樣，為香港人啫，唐人入唔到，印度入唔到嘅。嗱，你哋聽我解釋啊。如果馬爹成立一個多樣種族嘅真黨，基本上馬爹喺甘榜唔使選。如果马哈爹的土著团结党叫做国民团结党，没有土著，马哈爹入甘榜 fail 得，马哈爹入甘榜咪嗌要，拿支嘴唱衰你睇，马哈爹咪成立一个多元种族嘅，咪同安华一样，有唐人有印度人，马哈人边个地位啊？所以都系我毛统系照顾马哈人，马哈爹嘅党系照顾大家咧，冇投马哈爹，知唔知啊？馬爹醒過鬼㗎，馬爹知道如果佢趁啲多樣種族，佢去到間崩院降一樣死。所以馬爹係孝順，佢知道嗰啲招數。如果成立土著團結黨係多樣種族嘅，咪即係同公正黨一樣，啱唔啱啊？係唔會贏嘅。入到馬哈區嘅時候咧，馬爹就要著沙浪啊。馬爹同我呢班友講咧，就要插鳩那支出賣馬哈人嘅權益嘅。如果唔係，點贏啊？啱唔啱啊？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明唔明啊？所以呢啲就叫做咩啊？策略輸入。各位同胞，我喺呢度要講一個中國人嘅名字，大家可能會聽過，聽過嘅要拍手。嗰、那個名字就叫做周恩來，聽過嗎？周恩來啊，周恩來有一句名言叫做咩啊？交朋友是為了孤立敵人，有冇聽過啊？周恩来的名言叫做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林吉祥和马哈爹联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对付共同敌人，听好啊，马哈爹是枭雄，那就不是干残，马哈爹是全民公敌，那就不是全民公敌。我的华语发音正不正确啊？会不会有请马修强的帮我听不清楚啊？马哈爹是全民公敌，那就不是全民公敌。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用掌声欢迎嗰边声嘅到任好嘛？
Marilah kita dengan tepukan yang gemuruh untuk menyambut kedatangan saudara Gobind Singh. Kamu ada singgong yap-yap ga? Ya jen Gobind Singh, 还有 Tony Pua, 还有李可敏都各族的来的。OK， 稍等啊，嗰边时间眼表啊，到到嗱，所以我同大家讲，马哈爹依家分紧个局势，我哋又要趁机会喺马哈爹分嘅时候，我哋要事先两先知。我同大家讲个故仔，希望大家明白。嗱，呢度大家如果有钱嘅，可以捐钱俾行动党。我哋大家要打仗，一定需要洋银，希望大家多多益善。有钱捐钱，冇钱借钱再捐钱、啊、各位，我同大家讲一个真实嘅故仔，听好。台湾2000年大选，点解陈水扁代表反对党可以怼冧国民党？大家有冇咁个问题啊？如果大家知道台湾政治咧，60% 系支持国民党嘅 ，40%。是支持民進黨的60-40，民進黨是綠色，國民黨是藍色，藍色有40，藍色有60，綠色有40，怎麼樣選都好，民進黨不可能推翻國民黨。但是為什麼2000年大選，民進黨陳水扁可以做總統？聽好，各位同胞，因為台灣出現了一個馬哈爹。他的名字叫做李登輝，李登輝是国民党主席，他将国民党分裂，国民党连战38%，宋楚瑜清民党38%，陈水扁民进党40%。如果6-4就6赢，如果6拆开一半，3-3-4就4赢。马哈爹现在做的事就正是2000年国民党李登辉做的事，大家明白就麻烦拍手。现在马哈爹分紧个局势，大家要明白，分紧局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趁机会进取一些，要攞翻我们宪法里面60年不见了的事。时间俾跟特保安，把他手打了，斯文医生。我哋行動黨其中一個律師啊，今日演講者，好噶，我講埋5分鐘就要走噶，聽翻呢度啊 ，OK 唔使舉旗嘅，唔使 OK 啊。嗱，各位，馬哈爹依家就分緊呢個兩先知嘅局勢，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依家分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要攞翻60年唔見咗嘅嘢，乜嘢啊？陳恩獨中統考、宪政自由、新闻自由、华教平等、民族权益、废除恶法，呢个仔咧，仲有10日就出世噶。Andy Young 哥睇呢度，你陀仔陀咗好耐噶，依家 Andy 嘅大肚啊，仲有10日佢生得噶啊，呢个仔就叫做梁先知，明唔明啊？小心眼啲，冇撲親啊！麻燒請請佢食黃芽，千祈唔好食啊！食咗流產噶嚇，你有中蟻掟蕉皮，唔好踩啊！踩咗撲街噶。你依家個仔就快生噶，5月9日馬哈爹同佢接生啊！林吉祥接生信唔過，林吉祥係個師唔識接生噶，馬哈爹係醫生嚟噶。5月9日馬哈爹講：阿啲，我奔藥劑，深呼吸 ，push，push，one。那个仔就快出嚟啦！个仔叫杨先知啊！个仔我哋等咗60年啦，明唔明啊？你千祈唔好俾个仔 L 兆机啊！个仔 push， 人哋唔使惊，老妈喺大厅 push， 个仔出咗嚟啊！仲有10日啊！呢个仔一出咗嚟。马来西亚就有自由，这个仔一出来，
馬來西亞就有民主，這個仔一出咗嚟，大家都有平等，這個仔一出咗嚟，馬來西亞就冇貪污，好唔好啊？好唔好啊？Happy Happy 啊！記得我最後五分鐘，我同大家講，那珠係海盜，海盜唔驚浸水，浸水浸到呢度，海盜唔會浸死嘅。浸到呢度，海盜都唔會死；浸到呢度都唔死。你記得個河馬好肥嘅，仲識浮嘅添。海盜唔驚浸水，海盜驚海嘯。所以五月九號，馬來海嘯、華人海嘯、印度海嘯，一齊嚟就浸死那珠嗰只海盜，好唔好啊？我嘅時辰又到啦，啊！我依家嗌三句口號，嗌曬我就走，聽好啊！我嗌一句，你嗌一句，我嗌五月九號，你就嗌淹死海盜，好唔好啊？開始啦，五月九號，淹死海盜，唔算數，冇食飯，呢句唔夠大聲，要大聲啲，麻燒腸都要嚇死佢啊！再嚟個第一次，五月九號，淹死海盜，第二次五月九號，淹死海盜，第三次五月九號。多謝。